零元吃食堂，公司给啥我吃啥。油焖大虾，我要。今天来太早了，还没上菜。红烧肉，太油了。牙签肉，再打个这个排骨吗？这个鸭子我搞一个。看着好像很好吃。糖醋里脊，炒豆干，炒芹菜，冬瓜汤，黄瓜鸡蛋，腊肉花菜，炒饭。我拿个小白菜，哈密瓜必拿，小咸菜，乌鸡汤搞一个，今天拿的有点多。一碗米饭，今天又是简简单单的一餐。